大航海狼人杀深水加狼篇上。哎，猜狼吧，行吧，我们现在五个里面就猜狼吧。我们猜呗。这输了，占了。你说你猜狼了？咋？说你资本了？啊，我先死好吧，我先死，我先死。我怀疑领航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分钟前。这一局呢，我跟猎人是两个狼，作为高贵的狼人是不会偷梅的。于是我们把梅一交，开启我们罪恶的一生。开局我本来想走的是左边，但我的狼队友给我发暗语，让我跟着他。于是我们掉了头，走了右边。这把呢，我玩的是个牧师，看到箱子我是必须要挖的，想着能挖出个炸药桶、毒药啥的就好了。但是箱子里的东西不尽人意，但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观察一下四周有没有人。然后猎人，你丢骨头吗？丢吧。我丢。嘿嘿，猎人的回答正合我意。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干的是什么呢？但我们在扒骨头的时候要多注意周围的环境，然后我们沿路捡些木板，然后我们就把身上的煤